刚才还有一个，就有时候在博客上说到那个沉住坏空，沉住坏空，这四个字是一般怎么解释的？沉住坏空，也就是说，当一个事情开始的时候就是成了。然后呢，住就是注视。就是住在这个世界当中，就是因为成功了，一个小孩子 baby 生出来之后住在这个世界上了，然后住到一定时候他开始坏了，身体不好了，空了就是死了。所以一个任何的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物质，所有的灵性，实际上它都有成住坏空的一个过程。